其实也跟我们刚才的露天公益拍卖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个平安城梦呢，将会拍卖所得，将会捐赠给切肤之爱基金会。那今天也是谢米亚周天后好久没有来到台湾了，很谢谢粉丝朋友们，你们真的都好棒哦！谢米跟少全的粉丝朋友们，非常的守秩序，帮了我们很大的忙，谢谢你们。来这里。也希望 Sammy 在台湾国民男神的招待之下，这几天在台湾呢，可以有一个难忘的旅程，叫的联拔。第一次有这么放得开的喜剧的演出，让大家绝对绝对惊艳。好多女生看了之后，上了庄少全，不管你本来是不是少全的 fans， 都会发现他在这部戏里面的表现，好迷人哦。小雪的粉丝们，伸手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男女主角就要在舞台上见。